龙头岩 Dragon Head Rock 熔砖，一个龙的头。龙头人，哪个龙头？你要走下去啊！园区坐镇，看坐在那边，坐在那边冲凉。你要走在平台里拍照片，看到什么？走下去。不能录，积水，快早上下雨。这边就看到了。龙头龙。走了上去。Gift shop。卖水果。去厕所一下。把金币三个钟一千，不用，他在收。你跟他这个讲话是吧？我们该聊天。我们聊天，我问他给多少钱。到了 Natural Recreation Park， 要买票。入门票额到1000。森林保护区。全部韩国字。运动器材。你要拍你就转过来，然后就顺便拿两就自己剪。OK。这是什么 statue？
牙齿剩四颗。哇，在那边拍照，你看。可以在那边野餐，很多很多平台。拍团体照，日本的游客。它叫 Jomu Natural Recreation Forest， 340米的。它整个都是那个国家公园啊。嗯，然后我们就这样子走下来呀，然后不要再倒回去。是一个景点，景点。啊，去看那个湖去。哦，这边有什么昆虫的标本？蚂蚁。接下来是什么？那里有一个屎壳郎。也有个甲虫，还毛毛虫。啊 ，set time 是吧？拍照。啊，张美啊。你过来，从那边过。哈哈哈。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啊。青苔，薰衣草。我跟人家讲，感谢阿弥陀佛，用哈西哟。来个韩国观光团，有名牌的嘞。我们到了 Jeju Stone Park，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 Ticket Office。走这样远进去，大人 adult 5000，然后 teenager 3500，13到24岁，然后有交通啊，交通，哪里交通？这边 ，electric car 载送50分钟，大人50000，然后 teenager 5000跟40000，4000啊，40000，40000 ，OK。Okay, thank you. Hand. Oh, hand. Hand, hand. 조금오시면내가안내할게조금이라빨리타야나오케이4个人35000오케이오케이안내해줘어이쪽으로오세요지금우리가去等 electric shuttle 它带我们绕不同的景点，整个车程大概50分钟。Hey, what's okay? Jeju Stone Park. Hey, thank you. 哎呀，后面倒车啊！不然会被夹到，你有没有？没有，你坐他旁边。你坐他旁边。坐旁边。坐旁边，没有位置，没有位置，前面。나가실때반드시들리셔서어머니의사랑을되새기며감사해하는시간을가지시기바랍니다제주돌문화공원은설문대알방과고백장군의전설을테마로구성된공원입니다설문대알방은치마폭으로흙을나와서한라산과450역의오름을만들고제주섬을창조했다고전해지는여신입니다
왼쪽의 길을 따라 서 있는 거대 석상들은 철군대한강 전설 속에 등장하는 그녀의 아들들인 500장군들을 형상화한 것입니다. 거대한 돌기에 다양한 머리 모양의 구상석을 올려놓음으로써 든든한 자궁과 같은 위용을 뽐내는 듯합니다. 앞쪽으로 보이는 건물은 500장군 갤러리입니다. 갤러리. 500장군 갤러리는 7곳의 전시실과 160석 규모의 공연장으로 이루어져 있으며 다채로운 전시와 공연이 이루어지고 있습니다. 특히 지하 1층에는 물장울이 오름은 천연기념물이자 람사르 습지로도 지정되어 있으니 꼭 한번 가보시길 바랍니다. 왼편에 늘어서 있는 사람 모양의 석상들이 제주의 상징인 도라르밤입니다. 도라르밤은 제주의 상징으로서 소원하게 세워졌으며 외부의 사악함을 방지하는 장소와 같은 역할을 합니다. 도라르밤의 모양의 경우 지역마다 서로 다른데요. 현재 제주시 지역의 도라르밤은 우리에게 일반적으로 잘 알려진 할아버지 모양의 형태고 제주 선 坐上你走，你这样走还是怎么？没车聊天。你看那门口那边太远了，那门口那边走。哎，那只能进去的。跑位所会。哎，挖啥子挖？哎，中国他们的人，他们挺烦的。 Gallery. 绕一圈啊，然后你要自己走再拍照哦。 逛一圈，然后现在我们走附近这里，看有什么地方可以拍照。 Jeju Stone Museum， 可以进去那个水的，可以。人家穿 boot 呢？你有带 boot 没？没有，给你穿的。 是的，里面可以穿布上去。
我从那里拍你们。深啊，你下去你的脚不见了，人家水就进去了。下面看一下他的 museum， 这 Jewstone Museum 博物馆，济州石博物馆。没呀、啊，很高级，这样只要去看，哇哦，济州刀呢？我觉得是啊，废话，它还有那个layer by layer， 你看一层一层下去。Universe 哪一个？他讲他这边 collect 到的陨石，对，他这边好像岛上面 Northwest Africa 啦，探治球力陨石，这个是。摩洛哥的，阿里桑那，美国。那你去看他这里哦。各种各样的石头，你还跟你讲朝鲜半岛怎样形成？怎样形成？朝鲜半岛啊，怎样变出来啊？从哪里开始？哦，从这边开始。5亿年前，三叠纪。所以是中朝板块加北中韩地块加华南板块南中韩地块，变成这里。所以济州岛是整个是火山啊。什么东西？不是雕刻的，真的是自己形成的。那个火山喷出来就变成一个人的脸。它过后冷啊，又不是人的脸，它是化风化吗？过后有风化。哎呀，看到什么？那个石头，里面的这岩石，按鸟的石头会讲话的。看不到。旁边，这按鸟石头会讲话。啊，真的。啊，它里面有这些东西，看得到。有啊，亮灯，亮灯。当然了，我是岩石。傻大的。那你也讲了。有些没有可能。啊、哦，没有没有，你按鸟还是播。我给你看，嗯，我给你看。我是火山石，我是陨石。啥子？我是鹅卵石。你去放一个。小心这里。我好像没有这样的声音。没有啊，我这是放。我好像的啤酒。非常美。变成进来一个地质博物馆。这是他们地质学家在做。Geography。又摆他们的石头，各种各样的形状。就是这些石头收石、啊、嗯，未经加工形象特殊的自然石，那你欣赏到深奥的抽象美，自己给他名字是哦，那你
你给他的什么名字，他就什么名字。你看到什么，他就什么名字。走遍冀州，收集而来。让我埋在前面，这些他们在叠，你要玩吗？叠看。哎，没有有。叠几个？七个、啊。不知道。可以叠多少就叠多少。耶、yeah.。我把它叠很高嘞，然后掉了，没有，然后拿掉。你要排个很叠很高的叠，来、欸、这个，这个能排吗？最好是这个。等一下，好不好？是他雕刻还是他自己就这样？他不是雕刻的，他有地皮啊，还要再放一个在上面，好像人脸的，石头真的。那你拍拍几个那个？这也是拿人脸。今天拍那个，这个吗？多尔哈鲁邦。哎，这个用吗？多尔哈鲁邦爷爷。这个比较特别吗？多哈鲁邦是石头爷爷的冀州土语。来，来拍这个吧。来，来靠近点。他那石头也是紫紫的，你最好再照照这些石头啊。这些有名字吗？哦，很多水。他们雕刻的。啊，火山自己摸起来了吗？48尊复制多尔哈鲁邦。Stone Grandfather。有48尊，这个石头爷爷。旁边是他们的 Management Office。全部的手势都不同。的爱，好，后面还有很多。这是 Stone Park 的地图，连刚才我们坐了 Shuttle Bus， 他带我们绕一圈看。所以现在我们在入口那边要看这些石头，因为刚才还没有停下给我们拍照。首先我们走回过来这里。Mother's room 吗？什么来的？母亲的屋子。冀州方言把堆砌在农田中间的石块叫做毛德尔，我们以毛德尔形态制作熔岩库，象征比海更深、比山更高的母爱与伟大母亲。Okay, exit out.
边。啊 ，OK， 啊。找一些小景点啊，吃到来。Hamdong Beach。哇，这有沙雕。在下午一点半，蛮热一下。全部有自己的灯。被人玩海上运动，带那些救生圈。OK， 我们要去找午餐吃的。哎，这里它的沙雕是在前面，刚才拍后面没有看到。它的正面很美。哇，这样做的。还可以写字。哇哦。我们要去 Kim Yong Beach 的路上，然后停旁边沿海这边看一下它的美景，走它的沿海路，看到有美就停。黑色的石头，蓝色的海浪，车把那边啊，拍照。那边有 cafe， 他们在那边打卡拍照，拍海景。这边是有人来拍照。哇，好看的那边拍。哎，停这边先。停这边，美女，美女，停过去了那里。哦，不用紧了，这边大位。那油灯看出来。没有餐厅，他找我们过去吃。The statue。都海鸥，在栖息。看到这里有个海港，我们进来看一下，还有人在准备出海。前面还有很多风车。
是要去买发店，然后这两个爸爸妈妈在拍照。好，有游艇，踩好了呀，掉下去啊。那两个灯塔是出名的，红色跟白色灯塔。然后你的游艇上，我的游艇，安德烈的名字的，不错。明天嫁出去啊。OK， 这个 coffee and food， 上回上，我们找点街边小吃。这边还有中国语文宣教中心 ，China to God。说啊，嘿嘿，我家车 ，Catholic Church， 有啊，咖喱啊。到底11点到8点的话没有开，真是。对面呢？对面对面的饭呢？哎，我昨天吃的饭哦。我这样子去了。你看，刚才前面有一间那个安迪嘛，那个安迪在很近。OK， 我们吃这间。走吧。这是鱼啊，那条。啊，鱼是几时抓的？这样这样，鲍鱼汤。加个这个，可以韩国字看不懂。Hello。鸡蛋呢？哇，好亮。还有汤，哇，丰富。干了，谢谢啊。谢谢，谢谢。要上单。要讲，就要来分。这是什么鱼啊？什么名字啊？烤鱼啊？烤鳗鱼吧，老板要吃的有没有？鸡蛋，哇，还有鸡蛋吃的是吗？马肝，马肝肉。然后这个是 fish cake， 豆芽 ，kimchi， 这是炒什么肉？咖喱肉，猪肉，黑猪肉，黑猪肉。然后菜给你包，海带汤，饭，哇，红色的哦，紫色，紫色。예예예감사합니다예예예맛있어요예예예예예예여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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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네이버에한번맛있다고올려주세요예예예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여기옆에구석에오신거예요여기옆에야바카네아여기옆에예땡큐예예부담도없고괜찮아요예吃到完完后面要走可以下去吗？又关了关了。再走再快点啊！看那个 TQ， 这给你。我那是潜水。潜水。咁多车，毛毛雨，我出来有房车啊！哦。我一下飞。下面。嗯。对，有一个。那边，那边，那边。哦，看，牙，牙，下去拍哈。没有鱼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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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起来。哦，大风车。要找螃蟹先了。
谢。这孩子。这有一只，很多只啊，螃蟹可以拿去烤。哦，妈妈带孩子。饭了。海滩，应该是退潮，存活三十。螃蟹 ，Hello， 看着我。啊，螃蟹走，然后我看他还不敢走。这边很多，你看，你看看，好多螃蟹，走来呀、啊！你三帮我拿一下。啊，来来来，啊！来来，一起来，等。这还要比这个手势？快点啊 ！OK。对呀，你这边可以。哎呦，走这些路，全部都是洞。没有风车。刚下一阵雨，吃了午餐，出来就停了。几号？手洗脚，又下雨了。完了咯。到 Wajong Beach， 这是沿岸顺路的一个海边，它有不同的海边，可是是一样的海岸。那边有个 Love Ship 可以给人家拍照。很多小孩子在这里玩沙，很开心。然后海边有很多店，咖啡啊，卖披萨也是有。
哎，下雨了，下雨停了，看看一些鱼子停停，下下停停。哎，那边有人冲浪。地表哪里？Hello， 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到凶善 YouTube， 它是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遗产，然后也是UNESCO 的地质公园。通常我们是来这边看日出了，马登，现在已经下午五点了，我们过来这里看一下。这里是成山日出峰。World Natural Heritage Global Geoparks Network， 这是他的证书。成山日出峰，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我们去买票进去。你要爬多少步啊？爬了多少步？100步。100步最好是。还有太阳 sunrise。你走得到吗？你没有啊，禁止宠物进入。黄色 free section， 嗯，红色上去，嗯， free section， 所以你要在黄色就好了。对，那我们上去红色。对，请。大人的话5000，青少年跟小孩子2500，然后需要50分钟爬上去。那边拿下车是2500。多少？Monday on the third, on the first Monday of every month, the trail is closed. 所以还好不是万一。OK， 拜拜。OK。No room。爸爸拍相片。爬50分钟啊。有个展望台，然后右边有个骑马处。
那边上面看下去啊，然后下来才去那个庙。那边下山，这里上山。哇，爬楼梯真的很高。Get right。这里还有石头岩岩。观景台。看不到东西，不够高啊，要高一点才看到。哇哦，石头。那形式是你啊。换行李，啊，行李，行这个石头了，行四十里，两次给雪门台，两次给丁通金将军。现在才海拔90米，还有208米。你现在是90米高，你还要走208。蛮多人来爬。这个成山日出峰的奇石 ，Unique Sort of 成山日出峰。狮子头。到了，应该是一半，很热。Let's go， 继续上。现在下雨，还在那边下雨，然后我们没有带雨伞，可是这里有一个遮雨棚，我们先等一下啦。小孩子都爬，雨棚也是漏雨。雨变小了，继续走。那是一个岛，然后从那边大陆走过来。大约5000年前，浅海下火山喷发形成。日出峰本来是一座岛屿，但经历数千年的海水侵蚀，逐渐变小，被侵蚀的山体流往西南向，堆积在济州岛东边海岸，最终日出峰与济州岛连成一起，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形状。来到这边，然后连在一起。中间是连着的，走上去。OK， 到了最高的地方，在那里，山顶。中间是塌下去的地方。最高了，嗯。阿董，阴天，很多云。这小孩子很厉害，给爬登高。走过去那里看一下。下山路。
走，这边下。哇，这海浪美。来个望远镜给你们看，看到对面。瞧不到，该爬到高上来，就要下多远？啊！现在下山，又在下雨，我们快点赶快下去，看一下另外一边的风景。整剩四完了，日出峰东岩寺，走，我上去看一下。人的庙，大雄殿，楼上北 ，OK。锁着了，来拍一下。现在从岛吗？从那个岛，从岛你要过来这边。牛岛。回去好到这边当然一个小时了。OK， 走。到搜索上，这差不多晚上了，所以还浪蛮大一下。都没有河给他玩那个船的。那个啦，那边那个很小。看来经过那边有个小溪了。可爱小猫狗。我现在包了车，要去送一波奥莱马甲。晚上走这里，下雨不用紧，它还有遮。怎么走啊？哎，这边这边有说话，这边public toilet。好，跳跳。卖吃卖手饮料手都有。拍下一边整个拿来打印，整个拿来打开这个 market。三层楼给你看。很多发动。什么？珍珠岛啊？多少？9000啊？27块？30块哦。小巴东，哎，多少钱？来找这些小小的东西。来，快买一个拖鞋。13000买了，扣上买没有？13000。说，我讲有拖鞋给他买，要不要？
啊，没有关系，你都可以。你不要带什么？你不要带什么？农夫，反正再过来嘛。是啊，备注。来来来来来。看到了。啊，那可爱，三千，感谢。Q 呢？你可以买一只猪。小成人。正丑耶，是 Orange 怎么回事？我喜欢的。这就 Orange 派。是这样。走。我请咯。我请你晒太阳。快过来先。啊，那你要？没有，他买的。韩国干。要买。要难找啊，我跟你讲。买这些呢？要拆吗？问他了，问他来啊。他二十三斤要小的呢，大的小的。五千那小的，五千的可以了。问他了，大的还是小的？Which one nicer? Which one good? Big one. 他讲 big one good. 好像人造瀑布。水果卖很多钱，
新房间的味道。第四天的房间，好吗？